时阵哦，迄阵哦，因有三个叔兄弟，拢算讲有修成就，啊，但是其中伊家己毋捌字啊，啊，毋捌字的时阵，大家拢无讲真了解伊的修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伊毋捌字啊，后摆的时阵要传法的时阵要安怎，所以因师父先甲写好，意思讲你都毋捌字，我先帮你写，写好了后摆再传互恁徒弟就对，拢因为爱传法，因为所以寄送啊，因师父退下后边。结果，伊个法师是安怎往生的呢？因为伊就是有一天去吼，捡茶，捡茶的时阵呢，啊，山顶捡茶，捡起啊，捡茶有一天回来的时阵呢，到半路的时阵呢，啊，茶甲空的，怪甲吐的，遐就往生去啊，遐就往生，啊，这啊较出名起来，就是讲啊，知影讲哦，这个人有修行，唔捌字，啊，未晓这个上经啥，伊就未晓。啊！伊结果担茶转来先半路茶坑的茶堆坑啊，徛在遐都往生啊，吼、哦、往生啊！所以呢，了后人家才讲哦，伊的修行，伊的修行表现露出来。你看，所以人伊嘛是唔捌字啊，吼唔捌字嘛，伊嘛袂晓上经啊。所以呢，咱较唔捌字，咱嘛捌阿弥陀佛四字啊，对吼、哦。啊，佮加字南无嘛，就六字啊，啊，愈来就愈高啊。啊，个西方世界嘛会晓啊，吼，西方嘛会晓啊，对吧？吼，所以呢，刚才师妈讲，哦，我知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这三千我知啊，三千啊，讲到三千我就知啊，我一个月拢老人年金拢有领，对吧？三千大千世界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所以讲，咱也唔捌字啊，嘛讲不要紧，咱只要用功修行哦。咱就会当这个，吼、哦，会当了生死，会当用功。啊，但是若讲到用功，上好的方法，啊，上古早的祖师也是讲，这个摩流感苦行就是念阿弥陀佛啦。啊，无呢，咱这种的根基，吼、哦，啊，没有上梁山和不要上梁山了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咱即马这个世间拢是梁山好汉，啊，拢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哈、哦。啊！甲你抬了，你阁唔知影讲叫害死的。哦，咱即马规个世界拢是梁山好汉。哦，当然梁山好汉有诶是有情有义的啦。哦，唔是讲拢全是强盗啦哈。因为有诶嘛是不得已的。哦，你若看《水浒传》，遐个人拢是不得已的，拢去逼上梁山的啦，对不？像林冲啊，哈、哦，也是讲鲁智深啊，因咧拢是叫逼上梁山的嘛。哦，啊，但唔是讲因拢歹啦哈、哦。只是讲咧，咱即马咧。啊，社会啊，拢是好行报表啦。哦，你讲要过来继续啊，在这世间修行哦，唔是大根基啊，是讲这大菩萨啊，大修行人哦，用行呢，拢会叫境界可得啦。哈、啊，所以呢，咱是讲看到咱过去的这祖师啊，古早祖师修行就安尼啊啦，哈、啊，对不？达摩祖师修行就安尼啊，就种种境界，六祖嘛是啊，对不？哈、啊。那么所以讲，这个五蕴以这个佛法来讲，五音呢、五蕴呢，这个厉害，我厉害，这厉害，厉害就是在这，你知道无？哦，就是讲呢，这个咱看个咱人戆戆些，什么拢会乌白做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话开悟了啊，未给开悟，哦，电话未给电话，对吗？吉祥未给吉祥，啊。老爸未记老爸，到时嘛有可能啊，吼、哦！轮回了就拢未记啊，对吧？轮回了未记讲迄个是老爸，迄个是老母，对不？敢那讲这个较早这个鞍山拾得嘛是笑讲，人你的娶某娶阿妈等等这个吼、哦，这个轮回了就拢唔知影啊、哦，就是咱即马中秋节大家拢咧烤肉啊、哦，当然咱食素食无咧烤肉。但是咱即马即个环保吼，人即个外国咧研究吼，你若烤肉一摆哦，等于食我袂记啊，我去年前年听到吼，食四五万基的粉呢，烤肉一摆食四五万基的迄个灰尘呐、啊，迄个烟呐、啊，烟雾呢，哦，你们感觉讲底下烘足好诶，迄吸落去迄种诶对咱气的影响吼，无好啦。所以唔知讲即卖环保局叫人唔好烤肉，烤肉为虾米呢？伊个木炭哦，伊个燃烧不完全，啊是讲燃烧有即个乌烟。啊乌烟咱吸落时阵呢，你无食薰的人等于呢，你一暗食几万支薰呢？
吼、哦，你尤其搁要去甲人做个烤肉时，迄拢是迄种物料。啊，过来迄、那个物件烧的时阵，烧到你的食物啦，不管咱烤素食的，你不管是红萝卜啦、青椒啦，还是迄个素料啦，那么你烘落了，即个内底即个迄个物件，迄个致癌物就是讲容易致癌，就是烤焦啦，或者是无烧焦啦。啊，所以这拢是咱人的一种习惯啦。另外过去也无你烤肉啊，咱即卖人拢去哦，迄个超级市场骗的。即卖伊若要促销啊，吼，烤肉价吼，那叫恁烤肉，叫恁买烤肉价，烤肉价内底嘛无迄个呢，嘛是拢有问题呢。迄个烤肉价铁网啊内底迄擦啦，迄有擦呢，啊遐有鲜呢，迄毋是讲迄看来转来清气的迄对用的呢。吼、哦，咱人拢讲，啊，即马烤了乌白蛋啊，嘛是个环保啊的问题吼、哦。所以咱人拢去学这生意人吼，伊、哦、若叫伊若要卖烤肉架，就叫你卖烤肉，叫你烤肉对吧？伊若要卖蛋糕，就叫你过情人节，叫爸爸节、妈妈、去母亲节，对，母亲节当然惯习啊。啊，即马餐厅的人就讲，母亲节要来吃大餐啊。啊、来餐厅吃，一道看是要一万啊、两万啊，啊，伊就甲你促销，对吧？促销这个物件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意思讲，咱在这三宝世界的修行啦，就是受着这个五阴的控制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经典来讲，五阴就是刚刚五只毒蛇，啊、哦，这个四十二章经来对，这蛇你出来呢，咱来感觉恐怖啊，啊、哦，意思讲。五阴就是五只毒蛇啊！哈，咱大家来拍佛七，看到蛇，咱惊到要死，对吧？吼，哦，就紧叫法平师、叫法德师来抓蛇啊！啊，咱心内有蛇拢袂惊啊，困到戆戆叫啊！所以呢，这个佛德在这个经内底讲，咱心内有这个五阴就是毒蛇，这毒蛇的时阵呢，囥就亲像囥在厝内，那无伫的时阵哦，啊，咱唔要安心困，对不？你安心，刚才咱讲你厝内有蛇，啊，你就感觉讲困未起啊，对不？啊，结果咱心内有这个五阴的受众来，咱阁唔知影，啊，所以伊就是伊的厉害，会影响到众生啦，吼、啊。所以讲咱佛七啦，就是主要就是讲，啊，鼓励大家呢爱运动念佛，啊，那么咱看这祖师大德安尼修行，啊。那么受尽这些辛苦、哦、那么咱也是普通的人呢，是无迄个愿力啊。总讲有迄个愿嘛，无迄个力啦啊。有迄个愿嘛，无迄个力啊。有无迄个力量的时阵，所以咱嘛是爱照这个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甲咱讲，讲应当发愿啦，往生彼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甲诸上善人呢，骨灰一处嘛哈。咱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拢是菩萨，拢是佛啦。甲这些佛菩萨做伙呢，对咱有帮助啦。哈、哦，那么咱若甲这个世间的众生做伙哈、哦，当时呢，什么人要发生什么代志啊，什么因缘呢？啊，咱无阿多这个啊，无阿多了解。啊，除非讲咱有这个宿世因缘，所以呢，咱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就是讲，咱有他心通，知影别人咧想啥，对不？咱即马人也唔知影人咧想啥。啊，就摇来摇去，啊，对不？刚才迄个乌白摇，对不？刚才电视播的讲，用个灰大板，有爱我，没有爱我，有爱我，到底是有爱还是没有爱啊？哦，那么唔知讲人对方是哈，伊是到底是什么心嘛？对吧？伊是好心嘛，歹心啊？因为即卖人啊，即卖少年人拢用网络，啊，网络骗人足济啊，哦。骗人就是讲，伊都明明唔是这个人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就是我来搭刘德华，啊、哦，对不？啊，你想讲，哦，拄到刘德华，啊，这个周杰伦这种，啊，那么呢，拢骗人的啊，对不？骗人的 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个世间呢，啊、哦，就是安尼啦，众生呢受着这个五阴的控制，五阴的控制，啊、哦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啦。啊，咱有他心通，咱会当了解别人咧想啥。咱这个世间的话，唔知你想啥，你也唔知我咧想啥。啊，了后呢，你感觉我对我无好，我对你无好，安尼。啊，你对我有意见，我对你无快活，安尼，就迄种的心呢，越来越去啊，越来感觉足
感觉咱人又要真忝啊啊！然后到尾啊，伊阁甲你唱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妇女啊，哦，对吧？付出要了解，你阁甲他唱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哈、哦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世间人无他心通，啊，无宿命通，无宿命通的时阵，啊嘛唔知讲这是什么因缘呐，啊唔知什么因缘，咱就烦恼啊，啊嘛唔知要哪处理啊。对不？啊，变啦，啊，就安尼痛苦烦恼，啊，就担心嘛，对不？吼，所以咱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他心通、宿命通啊。那么看西方世界拢清清楚楚，那么心呢也拢袂烦恼啊。这是讲高更大家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西方呢，诸佛赞叹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直鼓励啊，啊，个过去的祖师呢，一直叫咱呢。应当爱发愿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这个因缘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咱看过去的祖师爷修行，啊，甲咱即卖的这种的环境，啊，咱应当想看卖讲，倒一种是对咱上有利益的，啊。所以咱虾米拢袂记，拢无要紧，就是阿弥陀袂使袂记的，哦。咱若食老也好啦，虾米拢袂记嘞，啊，无要紧，恁囝袂呢，恁孙袂呢，阿弥陀会念的就好啊。恁囝袂认，那边师袂认嘞，无要紧，安尼阿妈红包送起来，反正我袂认你啊。你到底是我的孙，过年红包送起来啊？哦，那么呢？但是阿弥陀佛爱你呢，啊，认阿弥陀佛啊，所以呢，即马应该个专心专意放在这个阿弥陀身上才是对啊。那若讲有年纪啊，有岁，应当在想讲，爱个心呢放在阿弥陀佛身上。啊，来修行啊，这个世间的代志吼，啊，渐渐看开啊，渐渐的放下，那么渐渐卖受遐尔济啊，受遐尔济拢是迄个假烦恼啊，所以讲我说，若要人间好时节啊，闲事莫要放心头，对不？那要过好日子啊，哦，咱人讲爱对咱家己较好，对不？咱的家己对咱的前途爱顾，吼，免顾别人的前途啊。有人会顾别人前途，讲啊，你安尼做唔对啦，你会安怎安怎，迄别人个前途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哦，咱顾咱家己个前途，咱就念佛念佛好无？咱后摆会去求世界去成佛，爱顾咱个前途啊，顾别人，别人赚钱也毋是你个啊，对吧？吼，别人呐做佛做嘛无咱个份，对吧？吼，那么别人呐做歹嘛无咱个代志，啊，所以呢，即个咱讲话都爱随喜功德。啊，众生啊，功德咱随喜。那么众生啊，有烦恼，咱唔要随喜啊，那么随烦恼，对人烦恼就对。世间人拢是安尼吼，看人做唔对吼，啊对人烦恼，啊啊看人做对啊，共诽谤。这个是咱的迄个心态吼，咱的习气起拢是安尼。看人好，咱就讲啊，你还无啥，啊是讲未赞叹。啊，看人歹咧，啊嘛对人起烦恼，讲啊，咱做安尼无合理，安怎安怎，这都唔对。所以呢，咱来看人，咱来随喜，唔好随这个烦恼吼。所以呢，咱来看人无好，哈、啊，咱就呢，甲咱无代志，咱顾咱的前途就好啊。哦，啊，那别人好呢，咱就随喜，啊，咱随喜。所以讲，我这随喜赞叹是加叹的嘛，随喜有功德。比如讲，你无布施，啊，那你随喜，你嘛有一份功德啊。那别人呢有发心，那么有持戒、有用功时，咱随喜，咱嘛有一份功德啊。所以这算加叹的，吼、哦，加减勤就对了，吼、哦，爱也要勤吼、哦。那么看人做功德哦，咱就随喜，啊，就勤一挂功德嘛，对吧？唔免咱做，咱是直接出一支嘴尔，啊、哦，出一个心尔，对吧？啊，无加叹的，吼、哦，加叹唔在，爱一工叹一挂，一工叹一挂，唔在好个啊。啊，啊，无要当时个会幸福的这个猪牛鸡雀，啊，所以人啊好，咱就随意加谈一挂，啊，随意赞叹是加谈的，啊，那么啦，分别烦恼，那是加衰啦，啊，加衰就讲本来无咱的代志，咱去差别要创啥，跟人讲来讲去，哈、啊，那么啊也是讲，咱本来也无，咱也无烦恼啊，结果煞看人迄个烦恼，咱嘛对人烦恼，啊，看人做业，咱嘛对人烦恼。所以烦恼就是加衰，吼、哦，加衰哈、哦。所以咱来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加谈一挂，啊、哦，那么减了一挂，啊、哦，跟咱投资嘞，对吧？哈，减了一挂，加谈一挂，就会好些嘛，对吧？哈、哦，咱来讲哦，等几波拜佛念佛，结果呢，
好好的烧功德啦，烧了了，一工多烧火烧厝，对无吼？有人讲说哦，我赚几间厝，几间厝，结果火烧厝，赚三十年，无当加了，对无？啊，赚赚的拢无去啊。那么所以讲，若分别完了就加了，唔好火烧功德啦，吼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咱若有这个呢，啊，有人的功德，咱就随喜啦，啊，所以讲。佛七呢，咱来大家爱发愿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吼、哦。种种的讲法呢，就是讲爱深信啦，爱把这个阿弥陀当作咱即马已经上重要，咱生命内底上重要，吼、哦。咱敢有可能过会大汉买啊啦，对无？敢有可能过皮肤变水嘛买啊啦？敢有可能过少年嘛买啊？还无安尼过咧想啥？对无？也未过青春少年。啊，未过讲个这啊，敢若电视的广告，我即马脚惊、手惊，拢轻松哈，嘛悠闲啦，哈，走嘛走袂紧，迄是讲卖艰苦就真好啊，哈，当然迄是电视广告啦，哈，咱若卖艰苦就真好啊，讲要外好起来，迄是无可能啊，除非讲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，爱对这个阿弥陀佛有这个哈。啊深信啊，切愿啊，吼、啊，啊，对咱家己的生死啊，对这个环境啊，有一个了解。那么咱呢，专心来念佛，这才是对咱上有利的啊。爱把阿弥陀看作上重要啊，别人唔知无要紧，咱家己心内知就好啊。啊，咱心内有个人也无认同你的时阵啊，无要紧啊，你莫甲伊讲，我即马不爱爱你啊，我要爱阿弥陀佛啦。啊啊，安尼嘛会生气啊。对吼，你讲我唔爱你，我要爱阿弥陀，安尼何必讲这個？啊，你若爱就偷偷爱就好啊，讲互听，对吼，讲互听，等到有当时啊，障碍，对吧吼，摆互你来念佛，哦，你干那要爱阿弥陀佛，我拢唔爱阮全家，吼、哦，意思讲全家拢唔爱爱啊，你干那要爱阿弥陀，爱就爱，你唔好讲，吼、哦，家己心内知的，有人计较，吼、哦，我即马爱阿弥陀啦。阿弥陀佛，阮老爸外好起来啊！那么你着，人会讲你笑阮善车哟，嫌阮无好哟啊！那么呢，这着变作一种迄、那个，但是心内知就好啊啦啊！所以呢，爱坚定发愿啦啊！啊，恁即马请起啊！啊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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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请放掌。啊，这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今日佛七上尾一天啊，吼、哦。那么佛七呢，啊，主要就是呢，咱希望咱学佛呢，希望咱会当成佛啊。那么成佛呢，希望咱会当了生死。那么念佛七呢，就是希望啊，咱会当成佛，会当了生死啊。所以呢，咱爱了解讲哦，咱在生死轮回当中。啊，咱若无修行者，啊，每一个众生诶，拢是一直生死轮回，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咱若要了解讲有啥物咱要学佛，咱着爱了解讲，即、这个生死呢，伊是痛苦诶，哈、啊。像即个《无量寿经》内底，哈、啊，对无？有痛有烧，哈、啊。那么像净空法师啊，叫人上这有痛有烧，你着知影讲，即、这个世间是充满着即个痛苦，哈、啊。那么充满着痛苦呢，这个火呢，随时会烧到咱的身边啦。哈、啊，虽然咱即马无拄着，但是呢，咱每一工每一工拢是伫生灭啦，拢是伫幻化当中。所以呢，为着因为安尼的因果呢，所以咱来修行。那么呢，如果咱若无修行者，那么咱每一个人拢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啦，轮回当中。啊，无法度超出，啊，无法度超出。那么要安怎超出咱这个轮回呢？就是爱透过这个修行啦，哈、啊。啊，修行当然有种种的法门啦，哈、啊，法门无量，哈、啊。那么种种的众生有种种的根基，种种的根基，因此呢，这个佛菩萨呢，
有种种的法门，哈、哦，法门真多，但是主要拢是要了生死，就是讲呢，主要就是要去除这贪嗔痴，去除烦恼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是主要的宗旨啦，哈、哦。咱若讲修行，未晓去除贪嗔痴，虽然真够拜佛，真够诵经，哈、哦，真够发心做代志，那么也真呢，骨力拍拼。但是如果贪嗔痴无这个去除呢，安尼咱就无相应，哈、哦，无相应，就是讲无达到伊真正目标啦，哈、哦。真就咱讲，如果呢，咱只是一种形式上呢来做这个形式，真就咱讲行礼如仪啦，哈、哦。意思讲啊，行这个礼呢，真就仪式安尼，拢做了真好看，啊，做了真威仪。啊，但是心内呢，这个贪嗔痴烦恼，唔知影讲爱去除的时阵呢，虽然呢，咱学了真济共款，真济的物件，但是呢，咱也如果无法度去除这个心内的烦恼贪嗔痴呢，那么对咱来讲呢，生死呢，并无任何的帮助啦。因为咱也无法度去除贪嗔痴，咱阁会继续轮回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轮回当中，咱唔知影讲去除咱这个贪嗔痴啊，这个烦恼，那么继续轮回，轮回就会阁痛苦啊，哈、哦，痛苦当时啊，咱痛苦拄着境界时阵，咱拢无了解到底是虾米原因嘛，哈、哦，无了解虾米原因，那么所以众生经过轮回时阵啊，经过隔音之谜了后，对这个呢，哈、啊，过去生所学物件拢袂记啊。对无，咱过去生嘛可能有学佛啦，过去生咱嘛是有这个诵经念佛啦，哈、啊。但是呢，咱即马经过轮回的人，就拢袂记得啊，哈。所以呢，众生因为这个哈无、啊、这个程度，无这个能力，哈、啊，所以经过轮回了后，搁转变，哈、啊。所以主要不管什么法门咧，就是讲爱去除贪嗔痴啦，哈、啊，去除贪嗔痴，去除烦恼。哈，这是主要的这个宗旨啦。哈，那么法门当然真侪种，每一种拢会当修。哈，但是呢，每一种修呢，拢是为着要去除这个五想，哈，去除烦恼。哈，如果无去除五想烦恼，哈，